谁丢我？是他，是他！明明是你，还诬赖我，佳明，我们一起救他。不知道今天谁会被骂？喂，你 spelling 读了吗？读不读都是一样。Good morning, teacher. Good morning, class. Sit down.是谁在玩粉笔？如果没有人承认，那我就全班一起罚。好啊！老师，阿布阿提起来，是我玩的，不管他们的事。就你一个人玩？是，全是我的错。粉笔很好玩是吗？是啊，不是。难怪粉笔每次那么快变短，这些短短的粉笔像子弹是吗？是啊，老师，你们人像吗？像个头！哈哈，老师丢不准。老师是故意丢不准的，只是想吓吓你而已。没大没小，翻一抽写一百遍。同学们，上课。李佳明，又是你！为什么又写错字？你给我出来！为什么你的作业这么多错字？哎，为什么不回答？你是哑巴吗？我不是。不是哑巴就回答我，为什么作业这么多错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之前我不是教过吗？你回答我是不是？是，我还把答案写在黑板上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你连抄都可以抄错？你到底有没有在专心上课？有。有，你还敢跟我说有？如果有，为什么还错字连篇？又不看其他同学抄错？班长，你的作业有没有写错字？老师，没有。副班长，你的作业有没有写错字？老师，没有。俊强，你的作业有没有写错字？老师，有。我 school 写少了一个 O， 你没看见还改对呢。拿过来给我看。字写的那么难看，难怪我会改错。对不起，老师。你上课不专心，又不努力读书，每一次听写都是拿零分。你可不可以再认真一点？我不想要再看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功课了。教了那么多次还是记不住，真是气死我了。
老师，这次你丢了很准呢。你干什么？嘘，不要说话。干嘛这样？哦，那不是你的英文老师吗？妈咪，不要说话。没事，他是你的老师啊。妈咪，我们快点走啦。老师，您的零食。嘉明，老师，我帮您。Hello， 小姐，可以快点吗？动一点点东西都拿不好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啊。老师好了。老师，零食不健康啊，少吃点哦。啊，好的。江明妈妈，谢谢你。老师，不用客气啦，谢谢你这么有耐心的教导江明。这孩子学东西很慢，谢谢你这么有耐心的教导他。Hello， 小姐，快点呢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要聊天去外面聊。嘉明，赖老师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我在等妈妈。妈妈说今天有点迟来接我。嘉明，那天谢谢你。老师不用客气。你这个字写错了。哎呀，又写错字了。嘉明，你每天都有读听写吗？有，可是我总是忘记，连字也写错了。妈妈说我学习能力比较慢，比其他人花了更多时间来学习，可是……那么，嘉明，上课的时候，你明白老师在说什么吗？你说，老师不骂你，你是不是听不懂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真的跟不上，你教课很快，再加上我又比较笨，听不懂，而且我写字比较慢，有时候功课没擦完就被你擦掉了，所以功课才会那么多错误。然后，如果你说不懂，就会被骂，对不对？所以分别会变得那么短，是因为你常用它们来练听写。老师，我只是用这些短短的粉笔写，没有用长长的粉笔写。那么从今天起，老师说慢一点，你好好学习好不好？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告诉我，我保证不骂你。
真的吗？嗯，老师会很有耐心的教你，所以你慢慢来。请您给我多一点时间和耐心，我会努力学习的。我向你保证，英文听写绝不会是零分了。嗯，好。Everybody can do everything. 我们一起加油。啊？Everybody can do everything 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任何事。我努力教好你的英文，你努力学好你的英文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好好学习，英文一定会进步的。哦，明白了。我们一起加油，好吗？大家早上好，首先我感谢校方的邀请让我回到母校，为你们也是我的学弟学妹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发生在这所学校的励志故事。大家快点坐好，大魔王来了。三人坐。Good morning, teacher. 各位同学，从今天起，老师会给你们多一点时间和耐心，所以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要立刻告诉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哇，今天的老师好像变得不一样嘞。啊，老师，如果说不明白，真的不会骂我吗？如果你已经努力学习了，还是不明白，老师当然不会骂你啦。可是如果你只是偷懒找借口骗我，那老师一定会骂你啊。老师，我们不会骗你的啦，骗你的话军强是小猪。 Everybody can do everything， 每个人都可以做任何事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。老师，老师，我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。我要成为全国最红的明星。老师，我要当一个培育英才的好老师。老师，我改一改，我不要当全国最红的明星了，我要当全世界最红的明星。哼，很厉害咩，我要成为全宇宙最红的大明星。哼，我更厉害。银河系那么多星星，你算哪颗星？喂，啊，吓死我。外星人会看戏的咩？那你以后要做什么？那么，为了预祝我们成功，大家给自己一个鼓励的掌声吧！记得，只要你坚持不断的努力，并不断地充实自己，时间将会证明希勒的笨小孩也能成为老师的骄傲。为了预祝我们的成功，大家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几分总是让我头脑超负荷。